好，接着翻开76页，须菩提，佛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韶华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位，这一段一刚开始，须菩提呢就要将他所证悟的东西向世尊报告。各位，他证悟，他要向世尊报告。所以你看，世尊呢，这个须菩提呢向世尊呢表白，他说世尊呢，对，这样我都已经了解了，佛。啊，就是世尊你所证得的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简单这么讲，你所证得的无上正等正觉，你所证得的啊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事实上怎么样呢？无所得也。这样对还是不对？世尊回答：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须菩提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懂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诸位，这就是印证。各位啊，当我们去明白这种概念，各位，你有没有看看经文啊？事实上，你说它难懂吗？我觉得它也不难懂。所以有几个关键字你注意看啊，你把无画起来。各位，我不是跟各位讲过了吗？当你一直认为有啊，有没有？那个都是你自己那个不清楚，所以你就是一直认为有。各位，什么叫做悟呢？悟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所以诸位，所以他都用无，真正是无。所以我常常在跟你讲，你的佛性假设能够用修的，你那个佛性就不是佛性，佛性需要你修吗？那诸位，假设你那个道哦是用得的，我已经得到了，那不是笑死人吗？诸位，道，对不对？道有失去过吗？所以你说什么得，你说什么修，那不是很好笑吗？各位，所以你看你的字，然后那个印证后面那个字，你看也通不？你都没通。诸位，好，他修了这么久，最主要就是修什么？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会给你讲无所得也，这才是真相。那诸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这叫做真相呢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啊，那我请教一下啊，请教一下，这个心路，来，我请讲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有哪几多？我心。你这个音量唔对。各位有啊，现在有一共无，那我该说一天，你都要注意听啊。我刚刚为你讲，知道吗？别人听无是个代志，我为你讲。
好，啊，你甲听有灵感啊，吼，大众来帮你再回改。简单这么讲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的佛性。各位，你有没有佛性呢？有啊，有，就是你的佛性。那诸位，为无所得也。各位，心是讲开悟了，他得到什么？佛性，安尼讲对无？当然是唔对啊。啊，诸位，佛性本来就没有失去啊，怎么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德呢？那如果还得还一个德，那不是有两个佛性吗？那不是很奇怪吗？那各位，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解释说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诸位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！它是不从外来的，它也不从外得的，你本来就具足了，哪有什么失，哪有什么得呢？所以才会跟你讲说，为无所得也啊，是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啊，安心都了解喂，了解哈、啊、，OK， 唔难讲，讲了唔对，讲了唔对哈、啊。所以说有时候一些的经文哈、啊，我放简单的翻译比较容易懂，佛性有没有？你一听就懂。啊，如果跟你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当然也要看明白光啊，看未来。所以各位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各位，所以呢，哈，你的佛性本来就在，只是你迷语不知道而已啊。啊，那各位，那为什么讲说须菩提悟呢？他就是悟到，他过去就是过去，你就是不知道，他现在就是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才如实的跟世尊这样的报告。所以世尊在回答说：“如是如是。这四个字就是印证他，这叫印证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”接着呢，世尊自己也这样讲喽，对，世尊自己也这样讲喽。须菩提，他跟须菩提印证完了之后，世尊自己也这样的来说明的。他说呢：“须菩提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。”乃至无有韶华可得，即古鬼前乃至无有韶华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各位，先世尊的意思说，他也是什么？他也是这个样子，你们看看，他也是这个样子。诸位，你现在注意看呢，世尊讲说。他对呢阿耨多罗对无上正等正觉，他为什么加强语气用乃至？对，这个乃至就是加强语气，这个就叫彻底的强调。对，无有韶华，诸位连一点点有没有都没有？那一点点就是障碍。各位，我们用呢哈《六祖坛经》的一句话来印证这句话。六祖呢，对大师他曾经这么讲，他说呢，他说妙性本空，无一华可得。啊，妙性本空，无啊，无有一华可得。诸位，真的是这样啊？自信就是空寂的，哪有一华可以得？若是有一华，那就是你呀、啊，你一定是你，你迷得很深。所以呢，有人问六祖大师说：“对，六大师啊，你会不会佛法？”六祖就跟他回答讲说：“我不会佛法，连佛法都要丢掉。”我不会佛法，
那你还会佛法吗？今天早上有个呢哈居士去找我，修得很不错，在他要走之前呢，我只跟他哈建立一两句话。我说呢，对居士呢，你学法学的很多，你有一点贪佛法，这就是你的障碍。事实上你学法学的很多也是你的优点。事实上我们最难明白的是什么？原来你的优点就是你的障碍，这是一般人最难明白的。一般人比较明白什么？我的缺点是我的障碍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一般人很容易明白你的缺点就是你的障碍，那不用说。但是一般人很难了解呢，你的优点就是你的障碍。诸位，这是什么呢？他的优点就是说，一般人对法不太清楚，但是他法学很多，所以他讲的都是头头是道。他所讲的呢就是口出成章，他所讲的就是引经据典，所以呢他三句呢不离那经文，三句呢不离经文。所以对一般不懂经文的，对一般没有学问的人，他会认为说，哎呦我好羡慕你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实在是你学问为什么这么好啦、啊、你为什么博学多闻呢？啊，经典力量还你添啦。所以 这就一般人，他认为说他比他行，但是我送他的就是说，对，你的优点就是你的障碍太多了，你的话太多了，你的法太多了，所以你不能悟道。他说，师父为什么不能悟道？因为我送你金刚经一句话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因为你太多法了，所以你不悟道，你一定没有办法悟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在底下的求啊，你在底下的求啊，感谢呢师父慈悲开示。诸位，你自己敢看你自己的问题？所以各位啦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两个是不是师徒互相的嘛呼应，对不对？啊，互相印证。接着我们看注解怎么解释呢？须菩提言，所得心境即是菩提。啊，各位，这边的所得心境就是呢，对，就是佛他自己，对，并没有呢，对，一个法可得，所以叫做所得。所以呢，能得跟所得呢，对，啊，心已尽，心已尽就是说不可得，即是觉悟。诸位，这是觉悟的人，即是菩提就是即是觉悟。佛言如是如是啊，这是应可。我以菩提实无希求心，亦无所得心。这两句话画起来，实无希求心，亦无所得心呢？以如是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各位你看看吧，你不是要开悟吗？你若是这种心，你再开悟。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欲求，所以怎么会悟？你的心，各位，你的心之所以在求，就是代表说你对真正的啊真理你不懂，所以你不在要去，对，还在对向外一直盲目的追逐，你对情理不了解。各位，一个对真理不明白的人，他的欲望呢不会止息。对，但是当他真正明白了，所以当他真正明白了，连那个明白呢他都不能够拿，对不对？好像我得到什么东西，连这个概念都不能够有，
诸位，如果说我开悟了，心有这个概念，那一定是你。为什么？假设他认为说我开悟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有所得啊，所以连此心都不可得，那才是真正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正得无上正等正觉的。接着下一段，复次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大的字画起来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后面这一段，从那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一直画到那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一段太重要。很重要，这一段呢，是《金刚经》的修行。各位，我接着看哦。复次，各位，你只要看到复次，就是还没讲完，对不对？接着加以解释哦。佛不但他表自己表白完了之后，他接着再跟须菩提这样解释，他说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诸位，这个是法是什么法呢？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就是我们所讲的佛法。各位，我用佛法这两个字解释给你听，你都要听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你的注解只要是下得很准，你就明白道理了。各位，佛是什么？佛就是觉悟。法是什么？法就是我们所讲的一切法。好，那各位，那我们现在把佛法这两个字合起来好不好？觉悟一切法，本来空寂，实无一法可得，就是佛法。能一般地的龙板，觉悟，对，诸法本来空寂，啊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这就是佛法。这就是你，这是你现在在学的佛法。难道你还以为佛法是什么吗？难道你以为佛法是保平安的吗？还是佛法是，不对，是让你呢，对，消灾解厄的呢？那各位，那你现在把它拉回来看这一段，是法平等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真正那个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它是什么？诸位，它是平等的。各位，它这个平等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注意下面这四个字，它所讲的平等呢，是无有高下。诸位，这里面所讲的无有高下，高是指谁？高是指呢佛，下呢是指凡夫。佛跟凡夫还是平等的，哪里平等？佛性什么？平等。对，佛性本来就平等。在佛的角度呢，佛他的佛性不会多一点，在凡夫的角度，他的佛性不会少一点。对，佛姑且叫做高，凡夫呢姑且叫做下，无有高下，因为佛性是平等的，所以呢，对，是法平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你明白这个样子，对，这就是呢，对，
你的自信，你的自信就是这种状态。啊，各位要从这里呢，对，下去解释。各位有时候你不要乱解释的，对，做恶跟做善是平等，各位不要当乱解释的。我们最怕有的人就乱用。太难跟救人是平等的，我该说有一天，各位，我们最怕的人强辩，知道吗？他乱用，这里面所讲的法是自信。你不谈那么断章取义，敢去辩言嘛？有勇气，然后就啥都不会讲嘛，太可怕了！我连你该说就别啦，你正跟邪啊，拢难做会。诸位，如果你都这样讲，我问你，对不对？肚子饱跟肚子饿就是平等，你平等给我看，各位，今天你有底下咬我心，你不是说都平等吗？啊，你各位试试看，你去试试看，看有没有平等。那诸位，那你不是破功了吗？诸位，你各位头发干不通，不通。啊，你都安尼讲话，那金光经讲的，金光经不是这个意思。好、哦，他讲的是自信。所以呢，各位接着呢，佛教我们怎么修行？他这么讲，他说呢，无我无人，无众生，无寿者。诸位，这一句话讲的就是说呢，哈、哦。无四相，无四相的意思就是离一切相。对，简单这么讲，就是离一切相。所以离一切相，对，不就是佛吗？那各位，你要注意看。那个理呢，就是不执着。诸位，你要悟，你有执着就不会悟，因为你还没有离相，所以你只是着相的众生。离相才能叫悟。那你在这一段的旁边呢，写两个字。只要离开四相的人，他是不是叫做佛呢？还没有，他叫做正觉。各位旁边写两个字，正觉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觉悟的人啦。各位，他悟了，但是他还不是佛。为什么？各位，悟了，只是自己悟了。接着注意看。修一切善法，你在旁边写两个字正等。诸位，正觉呢，就是阿罗汉；正等正觉呢，就是菩萨。也就是说呢，菩萨是应该自觉，然后呢，觉他。各位，修一切善法就是什么？就是觉他的意思。但是各位，但是还不是佛，为什么？还不圆满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接着呢，要继续修正，一直到圆满为主。所以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边写无上。那各位，那你这样看得清楚了。怎么样证悟呢？正等、正觉、无上、无上、正等、正觉，要怎么修？就是这样修。啊，这句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怎么修行。那各位，所以呢，各位，你修行，假设你是着相修行，那了不可得。各位，你着相修行，你想修什么行？
你是原来修行，各位着相修行，你各位着相修行根本有没有就不明白法义，他根本就不明对不明白对真正的空相，那你说怎么修？所以你可以对着个法相修行吗？不可以啊。啊，所以很多学生俩公文书跟他修，对你还要问我吗？怎么修？你看到什么，你又执着什么，你就知道了嘛。你还问我说怎么修？哎，你就不要执着嘛。你会执着，你赶紧去修嘛。修功，你哪会执着？你哪修？就是不执着。你哪修？问你啊，你问我，你哪会执着？对吧？各位，你哪会执着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啊，啊，来心宽，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要执着？各位，你也可以参呐、啊，参话头，我为什么要执着？你不要改一心啊。你家去想就好，我跟你讲，也是那个的哈，玛丽挡风。我跟你讲，只是解释而已，有什么用？跟我跟你解释都没有用，不能够触动你的内在，不能够破。你家去想啊，一脉门关，对啊，我听讲吼，师父。其他世界那苦，你家己去想啊！你去想看卖，世界是安怎哈苦，你去想啊！诸位啊，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我很残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告诉你说我很残忍，我告诉你太多，丧失你开悟的机会，知道吗？啊，各位，你的疑惑都被我讲尽，你反而没有机会开悟。有的东西啊，不要跟你讲，你不会去想啊。你说师父可以用想的吗？我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障碍，你的障碍一定是你去破，我可以帮你破吗？对吧？对啊，师父。是怎样世间的人都背叛我，你该去修啊？为什么世间都要背叛你？你该去修，对，甘难共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，你不要该去修，你不怕等于出空，你哪里可恶，你不要该去修。诸位，两个讲无，就讲灭，对不对？好话说尽，坏话讲绝，啊，佫无法度，啊，无啥物啊讲。啊，诸位，我拢已经好好甲你讲，我已经讲到用个麦克风塞起来啊，全结过啊。所以因为还有呢，等三四节课就要结束，我就跟各位讲个公案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哈，顺治皇帝，啊，他的佛学造诣也什么也很深。他有一天呢，哈，跟呢，哈，一家寺院，这一家寺院呢是相当有名。叫做高敏寺，大陆嘛有一家寺院叫做高敏寺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存在，到现在还是存在。
一年到头有很多呢的人去那边参禅，大家已经知道一个禅师叫来果禅师，对不对？然后来果禅师也在那边开悟的，来果禅师。顺治皇帝呢，有一天呢，就请高明寺的住持过来，啊，他就跟住持讲说，请问呢，这里法师你开悟了吗？对，他说启禀呢，皇上，哎，老身未悟，惭愧惭愧。顺治皇帝呢，就臭骂他了嘛一顿。他说：“高敏师已经多少人开悟了？你既然是那一家的嘞，啊，那一家寺的住持，你可以不悟吗？这里已经多少人开悟了？那些朱旗，你可以不悟？你知道皇帝怎么讲吗？限你一个礼拜开悟，不来呢，第八天呢，就脱离斩首。”这位皇帝在开玩笑，金无戏耶，限他一个礼拜开悟。好，诸位，这几句话谁在听鬼？限定你什么时候开悟？结果诸位，跟皇帝那个，皇帝那个，已经讲出去了。哎呀，高明寺的住持呢，马上呢，就跑去禅堂。就开始什么参，开始参，为什么我不悟？他参参参，他坐，跟坐久的时候呢，就起来行香，还要跑香，哇，一直跑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伊安尼那谁关了，那老，他只有想说有没有不开悟，人头就落地。而且他可以骗得过顺治皇帝吗？没有办法，因为顺治皇帝佛学造诣很高。你有没有开悟？对话就知道你有没有开悟了。你看画红柳厉害吗？就在第七天，已经掠狂啊，一直跑香，糟糕尾啊，抓去弄着条啊，送到那个啊柱子。倒下去，就在那一刹那开悟了。这是我们听过的最有趣的一个公案。各位，像你金刚经呢，上完之后呢，随便你啦，各位随便你啦。很多的公案呢，你参考一下。啊，因为呢，各位，那是你自己的生死的。接着我们看大师怎么解释啊？此菩提华者，上至诸佛，下至昆虫，性含种子，以活无异，故言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好，各位有没有？上至佛。下至呢，有没有三恶道的众生都一样啊？佛性都是一样的。以菩提无二故，但你是向修一些善法，则得菩提呀。诸位，众生呢，这里皆有菩提自性呢，所以呢，对菩提呢，这里没有区别啊。那菩提没有区别，但是为什么你不悟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你执着四相，你只要淡离四相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能够修一切善法，那你不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得到菩提了吗？那各位，那接着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淡离四相，你才能够应无所住，修一切善法，生其心，知道吗？各位，生其心嘛，各位，啊，不然的嘞。你要升起什么这样的心吗？这样才不落空空有吗？若不离四相，虽修一切善法，转增我人欲证解脱之心，
无有可了。各位，刚你看到了吗？一个人只要是执着去学什么东西，他只是越学呢越傲慢。所以呢，老子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这么讲，他说：“为学日益。”啊，各位，我们听到这边就好了。我们一般的读书人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他只是学这句话，为学日益。诸位，这个益哈，各位，这个益不是好处，不要这样解释。这个益呢，是增加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呢，各位本来没有学问，当你呢一直读书呢，一直读，学问就会越来什么，越增加。哦，好不容易都一路读一路吧。但是诸位，你要注意观察哈，只要研究学问的人，没有彻底去明白道理的人，他只是越来越骄傲，因为他不会变得越谦卑，一直骄傲起来，这就是他的迷失。所以你一定要再把老子的后面那一句话看完：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。安呢？那诸位，日损损什么？损你自己？难道损你自己的缺点吗？没有那么肤浅。损你自己的欲望，不是只有缺点而已。各位，如果只有损你的缺点，那你不是只是好人吗？各位，你是个好人，你不是个觉悟的人，你也不是一个清净无为自在的人，你一定不是。那损你的贪嗔痴啊，损之又损。所以这一句话就如同神一样，这一句话就如同神秀的那一句话：时时勤拂拭，损之又损，就是时时勤拂拭的艺术感快。若离四相，修一些善法，解脱可期啦，你一定可以解脱啦。修一切善法者，离一切法。各位，接着呢哈，所有的这一段全部都要什么画起来哦？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讲什么？修一切善法者。现在六祖大师要针对这句话来什么加以解释，就是说他六祖大师他教我们怎么修一切善法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看啊，第一段：以一切法无有染着。各位先看第一段，你能够对意境就被境转吗？你可以意向对就着相吗？不可以啊。所以就这么讲说，对一切境界不动不摇，对不对？你意到境界，你应该如如不动，你不应该被境界那所转。好，各位，接着看第三句：于出世法，不贪不着不爱。那各位，世间的一切，你现在有没有贪爱执着呢？接着，以一切处常行方便，随顺众生，使之欢喜幸福。诸位，要度众生之前呢，你就要有智慧。就像坛经所讲的，欲你化他人，自惜有方便。就是说你自己要有方法，你今天要度化别人，你自己就一定要有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权巧方便。但是要度众生之前呢，各位，不是跟众生唱反调，也不是批判众生，也不是否认众生，也不是谩骂众生，而是什么？随顺众生，使之欢喜幸福。你一定要让他欢喜。这样你才能够什么？对，为说正法，令悟菩提。有没有？各位，这样你才能够为他说法嘛？啊，不然他怎么会听得下去呢？如是使民修行呢，故演修一切善法，
这整段六祖大师开示很清楚，怎么修行上好就这个意思。诸位，这个跟你的解释不太一样。各位，你的修行上好你可怎么解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去做善事，各位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不是啊，各位，不是说呢，哎，我修一些善啊，我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那呢，啊，看到乐色就捡起来，看到老人家就扶他过，啊，看到人家啊没有啊贫穷就拿钱帮助他，诸位，这只是人天福报。你修的是人天福道，你所修的呢，对，不是呢，对，无漏的智慧，不是。所以有很多的人，他常往这里看经典，他认为他懂意识，但是他事实上没有，他没有真懂。因为呢，有很多的名词哦，他一看就误认什么，也喜欢的相呢，对吧？所以他看到，他以为呢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你行为不赶快，没有那么表面。接着这么讲呢，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那各位，你看呢哈，随说随破，有没有看到？世尊呢，怕什么？怕大家说什么？修一切善法，果然叫什么？执着一切什么善法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诸位，为什么大家完蛋了呢？因为六祖大师讲说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诸位，心有善有恶，所以才叫做善心人士。信无善恶，注意听好，心有善恶，信无善恶，信就是空性，各位，空性哪有善恶？但是呢，心呢升起来却有什么善恶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你安尼唔在通，对不对？你看。讲有也讲没有，多讲了。所以这段意思是说，哎呀，须菩提呀，也就是说，世尊怕大众误会，所以还是跟须菩提重新叮咛讲说呢，须菩提呀，我刚才所讲的一切善法，事实上如来，诸位，这里面的如来讲的是你的自信如来。我刚才所讲你的善法，从自信如来的角度呢，有没有？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什么，一个善法。简单这么讲呢，自信如来是没善恶啦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假设他能够起善恶，就不是自信啦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什么？是妄心呢？只是假名善华啦，啊，对，只是假名善华啦。所以接着，我们看注解：修一切善华，希望果报，即非善华。诸位，你有没有掉这个陷阱呢？啊，你今晚在做啥？你这些人，你这做啥？对，你这个叫善华吗？哎，各位，你这个善法是善吗？你这个善呢是有条件的，这个善一定不是真善。你不要有条件，知道吗？你也不要想得到什么，这不是善法。六度万恨，自然具足，心不妄报，是名善法。好，各位，简单这么讲，只要心呢。啊，就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，那才是真正的善法。接着看下一段，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须弥三王，如是等驱宝记，有人持用布施。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季记等受持读诵，
为他人说，以前夫的百分不及一，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披翼所不能及。诸位，你要注意这一段话。各位，这一段话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简单这么讲，我们前面呢有没有？我们前面已经把什么？把自信也讲了，自信是平等的。我们前面也跟你讲说呢，怎么修行的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呢离一切相，行一切善，也跟你讲，连那个行这一切善都不可以执着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福慧双修的人。所以呢，对，第二十四分叫做什么？福至无比，有看到？啊，各位，福至，我们常常讲到福慧，福慧是我们常常讲的比较通顺，福慧双修。各位，我们对佛呢有一个尊称，叫做两足尊。两足尊呢不是两条腿啊，各位你也两条腿啊，对不对？两足尊呢是那个福慧圆满的人，福慧呢都具足，那就叫两足尊。所以各位，所以这一段在谈这个问题啊，请你不要啊把它看到其他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世尊呢就跟须菩提呢举例呢，他说呢，这里啊，假设呢有人呢，这里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各位三千大千世界，我简单解释，各位每一个世界当中呢，哈，它都有一座山，这座山叫须弥山，所以每一个小世界原则上它的中心就是以须弥山为主。哦，这样成立一个小世界，那一千个小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中世界，那一千个中世界就是一个大世界，那现在的世界是三千大世界，所以什么？好多好多好多，各位，好多的什么？就像那个堆积如须弥山那个这么高的七宝了哦。啊，有人用这样多的啊七宝去布施，都不及谁？都不及呢？有人呢？对，按照呢？对，《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全啊的内涵，或是说呢，只有呢一个四句句，受持读诵为他人说。以前夫的百分不及一，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所譬不能及也。各位，为什么不能及呀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是有漏的，这是人天的福报的，这不是真正的福，真正的慧。那为什么呢？对，这一段为什么受持呢？对，般若经的人，包括任何呢？对啊，甚至少是呢，对一个四句句，他就有福跟慧呢。我跟各位解释啊，诸位，你的心可不可以静下来诵一诵一本经呢？可不可以？各位能够把心静下来诵一部经，你不觉得这样的人是很有福报的人吗？各位，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事莫过于呢一念清净，你不觉得吗？各位，你清净下来，你不是很有福报的人吗？你敢去刚刚那修，你有什么福报？所以我看很多人一天到晚在想他有什么福报，他笑死了。各位，他的福报都被他胡思乱想哦折磨完了，他有什么福报？哎呀，各位，你有什么福报嘞？所以当你愿意那个去呢读诵一本经，事实上就在那一刹那，你的心容易静下来，这不是有福的人吗？接着当你那个愿意去受持，按照经典的理论跟方法去受持，这不是很有智慧的人吗？
所以呢，对不对？受持读诵，为他人演说，那这样的人就是不畏惧主的人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各位，哪有谁比他，哪有人比他更有福报呢？所以各位，大家都因缘，他这种人的福报足好诶，哈、哦，啊，你只要敢问他，啊，他就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随问随答，这样的人的智慧不是很高吗？但是各位，你大家都真无用，啊，人跟你问一句话，你就想几半步，无福报，佫无智慧，你好吗？所以就看六祖大师解释哈、哦，各位六祖大师的第一段他来解释哈、哦、须弥山，各位你看哈、哦，各位你先看哈、哦、下面那一段，从小铁围山开始看好不好？小铁围山它的高广112万里，啊，各位往前面看看大铁围山，它的高广224万里，各位是不是多它什么？一倍车位。好，接着看须弥山高广多少？336万里，是它的几倍？3倍。所以各位这样的形容，原则上是说须弥山是什么？很高的啊，须弥山是很高的。所以以须弥山呢为主，以此名为3000大千世界，从一小世界有没有一直演变延伸到3000大千世界。前面所谈的呢，这个是事。接着呢，六祖大师讲说，就理而言，啊，按照理来说，即贪嗔痴妄念各具1000也。这句话画起来，诸位，六祖大师的意思，3000大千世界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贪嗔痴，这样你看到了吧？好、哦，各位，那每个呢贪，每个嗔，每个痴各具1000，刚好叫到3000。所以这样的理论跟达摩祖师讲那个什么三大阿僧祇劫的理论一样的。达摩祖师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，讲的就是贪嗔痴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他的事实上理论是什么？是一样的，事实上讲的都是内在的修持。如何许山进入须弥呢？以况七宝属持用布施，所得福德无量无边，终是有漏之因而无解脱之理啊！诸位，简单这么讲哈、哦，能够啊被用这样多的七宝，这样的人在布施，事实上他的功德多不多？很多。各位，这里的无量无边的意思，就是说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。但是各位，你看哦。你再怎么多，终究什么有漏，是不是很可惜吗？好，各位，只说你不看安安行善，你的布施再怎么大，终究有漏。为什么？终究不能解脱生死。为什么不能够解脱生死呢？因为没有智慧，你就不能解脱生死。接着看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四句经文虽少，依至修行即得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般若嘛。各位，所以呢，不是多跟少的问题嘛。只要呢，你真懂其中一个四句经，懂的成本就懂了。那这样的人，对，才可以成佛解脱嘛。是知持经之福，能令众生证得菩提呢。故不可比也，啊，大家已经知道，啊，所以持经呢，受持有这样的功德啊，所以各位大家不需要怀疑